手2018，皮裤汪。汪峰，中国大陆男歌手。基本信息：中文名汪峰，别名汪峰，国籍中国，民族汉族，星座巨蟹座，出生地北京，出生日期1971年6月29日，音乐成就东方风云榜最佳男歌手、音乐风云榜最佳男歌手、中歌榜最佳创作男歌手、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佳制作人，职业歌手、音乐人，毕业院校中央音乐学院，音乐作品《飞得更高》《怒放的生命》《春天里》，身高176厘米，体重65kg， 血型 A 型，生肖猪。代表作，因为汪峰的好歌真是太多太多，所以我选了又选又精选，最终还是无法决定。我所认为的汪峰的代表作，必须有《信仰在空中飘扬》，《100万吨的信念》，有些事我们永远无法左右，《春天里》这四首绝对是中国摇滚最最优秀的作品。还有太多的好歌都可以作为代表作，《妈妈》、《硬币》、《存在》、《不能停止的哭泣》、《我如此爱你》、《12月的泪》好多，唯独《飞得更高》、《怒放的生命》不能作为代表作。不过其实这些都无所谓，听歌重在领悟，每一首歌给人的感受还不一样，只要歌曲能滋养你的生命，那就让音乐与你同在，没有什么能割舍。一切都会流走，唯有音乐永存，就像你的生命。没穿皮裤算我输。最后两代歌神阵容，您的关注、评论、点赞、收藏、转发，是对小编最大的鼓励。不定期，评论抽取一名中奖网友加关注，私信我，现金红包，求关注。不迷路，稳住歌。